黄金小胖笋，这个黄金笋它一袋也是一斤装的，和手剥笋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一袋里边有一个的，有两个的，有三个的，但是重量都一样。这个黄金笋就是香香糯糯的。好好吃，就是那种很香的感觉。过年年货全都是大鱼大肉啥的，吃腻挺了就来点手剥笋，你们可以囤一点。